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眼线笔的颜色。一般眼线笔的颜色分为两种，一般是棕色还有黑色。棕色的眼线笔呢，非常的日常百搭，十分的柔和，非常适合发色偏浅或者肤色非常白的人群。黑色呢，非常的日常百搭，使妆面精致有神，一般适用于黑发一般肤色的人群。具体的选择呢，可以根据我们的具体妆容、个人的喜好来进行整体搭配。以上就是眼线笔颜色的选择方法。